老老的。学长们，所以我们先用掌声欢迎陈校长。校长来哈，尤其佑新上任，一定有一些想法跟我们的学长报告一下，所以我们就在掌声陈校长先跟大家说几句话。反正刚才前菜已经吃了嘛哈。现在很重视这个嘛，叫做 SDGs
那这个它有世界大学排名，就有关于绿能、绿色永续这个部分。我们学校目前是全台湾第二名，仅次于成功大学，全世界是第六。台积电买了两个，因为他们十二寸晶圆厂买了两个工厂，就在彰化，所以那个绿能我们政府很重视。那未来我相信这个应该没回头路的。那或许能源捐一个百万的储能设备给我们学校，那个市价大概6000万。那目前我们慢慢去投资了，今年大概投资几百万，希望在宝山校区变成一个智慧绿能的示范区。那变成彰化我们全台湾的特色，所以这个应该就很跟大家报告。那第二部分呢，我最后我跟大家报告，因为 AI 人工智慧很重要，好，那我们身为师范大学，很多学生会到国中高中，那现在国中高中也慢慢开始重视，尤其教育部像圣博科技啊，他把 AI 放在课纲里面，所以我们现在全校大概有60个种子教师。哇，这个我真的很感谢，而且是超乎我的预期，说当初有些教育学院、文学院老师也愿意跳下来做。那这个就是我相信会变成我们学校很重要的特色。比如说像现在教育学院的院长林建伟就跟我合作，他 AI 要做什么呢？就是学习迟缓的小朋友 AI 的面试，哦，他们是特教系，那有些学生呢，小时候他学习迟缓，他有很多判断依据准则，那其中一个就是他书写的能力，那我们用 AI 去判断之后可以写成 APP， 他到时候家长都可以借由这个来判断自己的小朋友有没有这个问题。所以这个真的是，如果我们学校的很多学院哈，系所跟 AI 来结合，会变成我们学校一个很重要的特色。我前几天到高雄师大跟他们，那刚好部长那个市长也过去，我就说我们彰师大在推这个，他们觉得我们是很有魄力，因为像师范大学要都做这个不太容易，通常都是工程科系的。哦，那大概就是这几个很简单的，我占用大家时间哈。那最后欢迎大家，如果10月30要能够回学校，竭诚欢迎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活动很重要的一项。那最后我们再开礼监事。
里监事会议，今天我们是三年来我们最后一次里监事会议啊。那除了里监事以外，我们今天有三个提案，其实很简单，之前都传给大家看过了。我们大概是行礼如仪，重点是我们11月22号要拜托钟校长那边帮我们办会大，拜托钟校长。我们到金华国中去办会大会，然后就是要显出新的新的。应该算是李监事的团队啊，还有新的理事长。那因为我三年时间也到了啊，三年前谢谢大家都抬爱，三年真的过得非常顺利啊。这个听张文山小姐公关师的专员说啊，他说他参加全国各地的校会，运作最好、最热烈就是台北市。那22号下个月22号会很大会，会有更多的学长一起参加。那大致的方向很重要，我要特别介绍我们邱慧淑邱主任啊，他是我们班长。